大家好，我是 Edie， 欢迎回来 Live Journaling。 真的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说话了，这段时间究竟我有什么做呢？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在说我有什么做之前，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去一个地方啦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尖沙咀美丽华商场的商务隔离那一间的 pop-up store 里面的。那如果你有去过呢，你应该都会被它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文具吸引的。那如果你是文具控的话呢，应该都会着晒迷的。那之前呢， King Gym 这间公司呢就找我合作啦，他们就想我呢帮他们搞一个 workshop， 还有呢去整一些的手像呢去摆在他们的 pop-up store 做 display 啦。咁我咧都了解过佢哋公司系会出一啲咩产品啦，同埋系会做啲咩嘅。咁我自己咧都觉得应该会系一个几好玩嘅经历嚟嘅。咁所以咧就选择咗同佢哋合作啦。咁咧你去到美丽华商场之后咧，就落去地下下面嗰一层啦。咁落到去之后咧，就喺呢个位置咁转过去啦。咁行到过去商务隔篱咧，就会见到呢一间嘅 pop-up store 噶啦。咁喺 pop-up store 里面咧，就系、喺上面呢一排啦，就摆咗唔同嘅手像人咧，佢哋整咗一啲嘅手像 display 啦。咁我自己睇过佢哋嘅作品咧，都觉得非常靓，好多咧都好有参考价值。咁除咗摆一啲嘅手像喺度俾人睇之外咧，佢咧都邀请咗我咧，会喺八月嘅时候搞一个 workshop 嘅。咁经过商讨之后咧，我哋就决定呢一个 workshop 咧会系一个由零开始嘅手像装饰术嘅 workshop 啦。咁如果你系啱啱认识手像啦，唔系好知道点样写同埋点样装饰嘅话咧，咁呢个 workshop 咧都应该会啱你嘅。咁而喺 workshop 里边咧就会用到 King Gym 公司提供嘅产品啦。呢一条片咧其实唔系合作短片嚟嘅，咁咧我都系纯粹想大家咧一齐去睇下我整嘅手像啦，支持下我。如果你睇咗嘅话咧，都可以喺 IG 嗰度同我讲翻你去咗啦，咁咧我都会好开心嘅。咁如果你中意呢个 video 嘅话，就俾个 like 我，同埋 subscribe 我呢个 channel。我呢个 channel 咧会讲啲关于手像啦、文具啦、生活嘅嘢嘅。咁如果你都中意嘅话，就继续 follow 同埋睇我呢个 channel 啦。拜拜。